盘点全网脾气爆炸的媳妇，上一进屋。不是你搁外边能不能别老跟我动手动脚的？那刚才那老楼下那老多人全瞅着了。谁让你说我了？你不说我能打你吗？那说就说呗，一个开玩笑话呀。谁家这么开玩笑啊？啊？你当着老先生面有人说我啊？啊还整啊？别的女人上街都带着凶器上街，我可倒好，带着个暗器上街。是你说的吧？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你考虑我了吗？啊？那我用语言攻击你，你也用语言就回击我呗。你说打我干啥呀？你上学的时候没学过吗？学啥呀？肢体也是一种语言。那咱俩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只能在家里边对我打骂，你说你其实还搁外边打我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四海为家。瞅啥？把刀鱼收拾去，晚上见刀鱼。一个人。啊！爽不爽啊？还行吧，这地下有点凉。行，坐着别动啊！我给你找个比这还好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时候给电视吹没电了？啥时候开始了？干嘛干嘛，母老婆又发威了，说两句嘛就行了嘛，莫紧到说。我这已经录着像了，你今天要敢家暴我，我就起诉你，我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，把你关进监狱里。我去起诉，哎呀，不起诉，不起诉，不行，不许起诉。还有啥想说的？我都说了，不是因为你，你还往人身上了。你刚才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别他妈逼逼了。老公，你别动啊！嗯，别动，别动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呢！哎呦我的妈！别动了，我太难了。你干嘛？没干嘛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没生气啊。你真的没有生气吧？我真没生气啊。你确定没有生气？我确定没有。别动啊！哦，你以为吵架声音大就有用吗？怎么了？我叫母老虎，我在吵死你！我叫声音大，我嘴巴再张大一点，再张大一点！欢迎来到对坑路，快跑！操！老公，我给你妈通了教程，你先救谁？救你。那如果我生孩子难产，医生问你保大保小怎么办？保大。那我不能生了怎么办？不是啊。那如果我生孩子难产，医生问你保大保小，这时候你妈要和逼你让你保小，你怎么办？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就得揍。嗯，我下大了，大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别笑！这么多，你怎么回家？不在查路线呢、啊。那你查的怎么样？有点卡嘞。是有多卡？就跟这样子车一样，一动不动。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玻璃？什么玻璃啊？你看一下你车上的玻璃，是有多卡？回来了！你他妈去哪鬼混？你他妈去哪鬼混？我操！大家看着没？这个是我媳妇儿，长相也可以吧，
身材也可以，但是只要他一说话，马桂芬啊，干啥呀？你能不能不给我灭了？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的，你，哎呦我的妈！跟谁聊天呢？跟你哥们儿。哎我，没有拿我手机。你哥们儿刚才给你发微信了，我给你回一下，跟你探讨100万买啥车，我给回了。我告诉他买30辆 QQ， 让他组个车队，一会儿摆个 S 型，一会儿摆个 B 型，就 S E。你有病啊！我有病，你咋没病？你给我兜里边加上200块钱呗，还有100万的车。我他妈突突死！你没听到我这打电话吗？啊，我刚从老家回来，我鞋子脏死了，我在家里穿着拖鞋呢。闭嘴！你在吵，信不信我揍你？哦，那我鞋子在哪里啊？你不许说话！那我的拖鞋呢？哎呀，你别说话！你车又憋灭火了，骑车那么难吗？车胎离合说慢给油，你不给油，那车能激动着吗？瞅啥呀？你能记住啥？那脑袋都说多一遍，骑车胎离合上手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装的真难看，我愿意，我出来架子你，我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昨天晚上趁我睡着了，你干啥去了？哎，我出去溜达一圈。溜吃羊肉串去了。啊，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喝几瓶啊？一共喝了俩，喝两瓶喝到天亮啊，回来嗷嗷吐，你咋想的？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再趁我睡着了出去，你就别回来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什么态度啊？听见了。做生意赔了也没哭，兄弟反目成仇你也没哭，让人骗你倾家荡产。你还是没哭，他马上及时离职了，给你哭成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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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嗯，你猜这是啥？啥？这是我的手背。你猜这是啥？脚。这是我的脚背。你猜你是我的啥？我是你爹，别怎么说话了，操！我翻身还不行，我现在要睡觉，你这不都十二点困急眼了？那我翻身还不行？一句话别说，现在他妈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，折腾我，去吧，感情。老子下午耍好久就耍好久，你不管吗？我不管你，开膝盘过去痛不痛？还是有点痛，你不管吗？该做啥子就做啥子，给老子跑！老子想耍游戏就耍游戏，老子想耍好久就耍好久，你不管吗？我不管你，开膝盘过去痛不痛？还是有点痛。你挺大老爷们儿，他妈不正业，天天在家做饭啊？不是瞧不起你，你能有我做的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嫂子在呢，那算了啊。你站住！啥意思呀？不是哥，嫂子在呢。瞧不起我是吧？不是。嫂子在就不能喝酒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嫂子不在也不能喝。你过来，你跟人家说你到底怕不怕老婆？你怕不怕我？不怕。不怕吧？我消了消了。你哪里？没那样。你可不敢给我拍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我糊弄的。没拍。我也是个好面人，你给我拍了，我到那出去咋弄？反正说我怕媳妇儿，你不敢给我拍，我又把东西洗了。怕媳妇儿咋啥？怕媳妇儿有饭吃。你不敢给我拍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敢给我拍。没有拍，没拍。你要发出去，咱试试。我跟你说。不发。把它洗了。啊。老婆，我想买条新毛巾。你那个毛巾才用几年呀？你就要换？那你买条新的，把你那个旧的给我用。我这个毛巾太旧了，你看。
车又憋灭火了，汽车那么难吗？青台离合说慢给油，你不给油那车能激动着吗？瞅啥呀，你能记住啥？那脑袋都说多一遍，青台离合上手了。你俩最近怎么天天吵架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男人在外面其实是很辛苦的，他回到家吧说你两句其实也很正常，我们作为女人呢得学会包容和理解。你看我俩从来不带吵架的。我老婆最温柔啊。哎呦我这暴脾气，你别笑。哎妈呀，大爷打手机干啥呀？打我的头啊，打我的头啊，后面那么多全部给他薅掉了。哎，拿条子开了打他呀，蹲着。笨蛋男人，你白痴，吃这么多年了你再那么多干嘛？下来吃饭呢。老公吃个鸡蛋。哎呦我的妈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，今天我就教你们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刚才你右转的时候，你要提前并道就好了。你到跟前，我是没并你去，我直播都迟到了。你好像赖我似的，你自己你没整明白。不让你赖谁呀？你要提前告我并道的话，我能多等红绿灯，多少都敢到啊！人导航说，导航说，导航是给我听的吗？导航说话是给你听的，咱说话我能听着吗？这坐 flash 干啥吃的最不知道啊？你开车这么长时间，你没开明白，咋还能赖着我了呢？呀，是谁教的我开车呀？你教了我两年了，我连变道都变不会，是谁的责任呢？你要给我教明白了，我能变不知道吗？我能多等红绿灯吗？我能让别人等吗？我这不能知道吗？啥事你给我提前说，那羊都让狼叼走了，你把羊圈堵上了，你自己把你的住着。变道了，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哎呦我的妈！